不能再出国了。对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岛屿了，天哪，碧海蓝天，真的是天气太好了，好不好？虽然只是国内啦，但还是坐飞机还是出国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一上飞机，我想说想要干嘛？对，就是忘记坐飞机要干嘛。这个人问一下，那你可以下机啊，那你可以下机，那我就下班。而且澎湖真的非常的度假感。没有，就是我们一下飞机，哦，那天蓝的不像话，真的，而且澎湖很松的蓝，很大，比想象中大。澎湖跟比如说小琉球和绿岛比，你觉得很大？对，其实澎湖没有想，没有看，没有那么的大啦。哎，大家知道你是在地人吗？不知道，我半个，我半个。今天你来我才知道，阿嬷家在澎湖，我们小时候过年，暑假都一定就是会回来。度过暑假，但长大之后呢，就真的比较少回来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啦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从台湾来澎湖呢，然后要学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。对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单元了。不可能又是 SUP 吧？不是，很久没有做类似这种挑战类型的单元。哎，今天是挑战吗？今天是挑战。而且我们有非常专业的教练，就是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欢迎教练。教练，赶快介绍一下你的头衔，快点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浩，我是三届奥运的国手。已经退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就专职做教练。疫情的关系，目前就是退休了。对，专职做。那疫情就是平稳之后，你又会再复苏？那他马上回归。我们帮他复出。好，来，我们做一集特辑。这个疫情胖了20公斤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回去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教练很失礼，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一定要见到教练的时候，我就说教练这会很难吗？然后教练看着我就说你放心，你可以。然后倪萱就说耶，我们可以。然后教练就看倪萱说你不可以。可以尊重一下教练，有看节目，教练有看节目，很棒，你有做功课哎。因为是最初学的东西，然后你们今天也是一个简单的课程，所以只要了解什么哪里是船头，哪里是船尾。船头是比较尖的地方，这就是船头。那你如果还是记不得，你就记前面那个娃娃，就是我们的船头。娃娃，船头。然后这个叫中央板。这个是寒冬炉吗？它叫中央舵，你有它，你才有办法控制方向。一个舵，这是帆面。面，然后这叫操纵杆，操纵杆，这叫桅杆，桅杆，然后这叫起帆绳，起帆绳，要记得哦，因为我们在操作过程中，我会跟你说把你的帆往前，然后操纵杆要在你的肩膀前面之类的，所以你要记得。没有操纵杆是这个，这是操纵，这是桅杆，桅杆，基本上你只要记得这个哦，好。然后我会跟你说，我们在操作过程中，我会跟你说后三角形就是这个后面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三角形，后三角形就是指的，就是这个。好 ，OK。那我考你，帆面是哪一个？那操纵杆是什么？这个，那个是桅杆。好，这桅杆。对，那那个桅杆是什么？这个。那帆面是什么？那扬帆是什么？你有看到哎？前脚在桅杆前面，桅杆前面。后脚与肩同宽，同宽。那哪一边是船头？那边娃娃那边。娃娃。那你站上板子，你要知道风从哪里来。嗯。好，风一定要在从我们背后来。好。
当你面对风的时候，那怎么办？被转过去。对，你就转过来。哦，我们要。或者如果帆在这里，你就要把帆拉一半，它就会慢慢转。好。哦。背一定要对着。背对着风，背一定要背对风，背对风。当船头在我们的右手边，我们就抓左手边。好，当船头在拉反，我们就抓左手边。好，拉到这里，船头在哪一边？右边。所以我们就抓左手边。嗯，好，船头就是我们的前进方向。对。所以这代表我们的前面，代表前手。前手。好，前手先抓。前手先抓转方向。再抓后手。OK， 好，提醒一下，这只脚要靠近这里。哦，对，好，对，就靠近旁边。然后与肩同宽。对，然后前，看一下船头在哪里。船头在我右边。好，前手抓，后手再抓。对，然后站直，再轻手伸直一点，手伸直。对，好，这时候你有风的力量了。你有没有觉得重重的？对，注意哦，好，抓不住。你刚刚有觉得重重吗？抓不住就放掉后手。就放掉后手，后面的手，对，这样你就不会摔下去，而且你也不用一直持续拉扳。然后另外一个，这个前手就在这里就好。前手在这边，前面一点。后手也是与肩同宽。后手也是与肩同宽。你说什么时候要放手？如果他都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。反正就是很重的时候就放掉。谢谢教练，教练你就对我就好了。OK， 我也觉得最看好你。然后嘞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如果你要让你的船。往风的下面走，往下走。嗯，你就把帆，这只叫什么？这叫桅杆。桅杆往你膝盖前45度。好，45度。你的船头就会往风的下面走。这么酷，明明就他移的。对。因为我们还不在海面上。OK。我刚刚不是有说后三角形？对。那你要往风的方向走，你就碰船尾。它就会往风的方向走，自己转弯了。对对，好，顺风就是碰船。所以最简单的，我就放了一个浮球在海里面，让你们知道你们要去哪里，只要知道前中后就好。三个位置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船头是在浮球的上面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往下走。往下走，所以往前。对，所以往前。它就会下去。好，到这个角度你就回来中间。好，你们在开船的时候要看着前面哦。船头都要对着你的目标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你的船，我要往后。对，你就往下放。往下放。对。好，这时候你的船就会回到中间。回正就回中间。那你跑一跑，往这边走怎么办？往下放。对。太多了。你手不用移来移去，不用移，这样子就好。对，好。哦，好。它，对，回正，然后就回来，就回到中间。好。再试一次哦。好，往这边。回正，往这边，回正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准备转弯，第一步骤，放掉后手，放后手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推一推，推到你觉得脚卡住了，卡到帆，前脚卡到。你有没有觉得脚卡住了？卡翻，做180度转变，前脚往后推，然后你的帆继续推，帆要继续持续的推，哇，这帆要往风的方向推，哇塞，好，站好。然后一样面头变这边了。对，船头现在在我们的左边，所以我们抓前手变左手，再抓右边，抓右边，抓右边，从上面左手，右手就换边，换边了。对，那就回来了。这边也是准备转弯，放掉后手，放掉后手，往前推。这时候你的脚推到卡翻，它就会转，脚卡住了，脚换边，手继续推。嗯，好，现在你的船头。在我们的右边，所以我们抓左边。好，持续的推，它就一直转。没问题。好，拉起来，右手，左手，举肩同宽。前手都抓这里，你前手都不要这里吗？对，只有移动后手。OK， 你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浮标？有。好，考一下试哦，你这样怎么回到那个浮标？回。我不会听啊。要往那十点钟方向的时候，你要后面。对。对，怎么放啊？对，你就往水里面，两只手，对，两只手放，就这样。你看前面，看那个浮标，嗯，它就会这样回到那个浮标，然后回正，回正，到回正我就把它中间，对，就这样 ，OK， 平的，对，平行。他说要抓这个，这样就可以，对吧？好，那如果这样子呢？往后，往前，往前，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它就回到中间，面。
对到那个浮球，你就要回来中间。好 ，OK， 好，准备转弯，第一步骤。放后手。对，再来呢。然后就会往前推，推推。卡住我的脚的时候呢，就放左。对，再手要继续推。手要继续推哦。手推，然后人走，手推。这样子。对。对，好，看一下你的船头在哪里？在我的左边。对，所以我要拉。对，边。OK， 好，下水。好，等一下你们上板子的时候，你看那个 Vivian 教练，他膝盖先跪上去，跪姿，跪姿，好，然后保持平衡，站，看哪一边是船头，好，脚站好 ，OK。好，慢慢拉，因为水上面跟你们刚刚在岸上差很多，水上面板子会有点不稳定。好，就慢慢拉，慢慢拉，好，保持平衡了。看一下船头，当船头在我们的右边，所以我们抓右手，抓左边，然后前手先抓，对，保持平衡，好 ，OK 了，好，两只手抓着。他现在要去那个黄色浮标。是他的你的目的地，所以要往前，所以往前，好 ，OK， 往后，好，往后就是这样，把它放到水里面就可以了。哦，放水。对，好，回到中间，中间，中间要直线。OK， 准备转弯，放掉后手。好，好，往前推，然后你的眼睛一直看着船头，推推推。哦，自己推。对，你要自己推。好，要有个力量的。对，这时候脚卡住了，好，换脚。再手还要继续推哦，等到船头已经180度转向，好，换边抓 ，OK， 转完记得要碰船尾，大概10秒钟，好，对，慢慢的。OK， 很好哦，左手再抓后面一点点，好 ，OK。今天风很小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大的时候又会比较有一点失控，有一点太小，那你风平浪静。今天太小会你们会感受不到它的阻力哦，可能要大一点点，让你们有那个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就蛮快，那风大不就更快？对啊。哇。他现在就是要往前，要往前，然后他瞧到他要的角度了，他就要回到中间。哦，你看他往前了，你看他就是他的船就往浮标船头，都是一看船头。他想要回来了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他现在应该是要先往那个船开。对，就是你如果觉得你很像快摔倒，你就是先把帆放掉，然后再重新拉帆。对，千万不要觉得你要摔倒就抓着帆，你只会跟着帆一起摔，因为帆它是有重量的。对，而且帆它是不固定的。哦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你看它走太慢了。走太慢。对，就是它帆已经，它的帆已经到这边，结果它的人还没有换边，它变成这样了。你的人这个时候应该要这样。哦，对，卡到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就是你人跟帆永远都要面对面，你不可以跟帆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它会这样子。对，对，就是帆到这边你就要面对它，帆到这边你就要面对它，你永远都是跟帆面对面。它被吹到这里了，我永远跟帆是那一根吗？我拿的那根。对对，就是那根一定要在我的前面。对对，桅杆对。回来了，你看他现在就是要往前，他的船头就会往我们这里转，所以要放往前吗？不过没关系，他因为教练等一下会跟你讲往前你就往前，教练叫你往后你就往后，对，你不用去记说往哪里转。对，你看教练现在叫他往前，所以你看他现在把帆往前了，他就指他的船头就对准我，因为我们手都不要弯，都直直的，微弯微弯，就是都轻的。对，就是这样放掉，然后这样才不会冷下去。对，然后就是现在这样，然后再重新拉，它拉起来就好。慢慢行，哎，慢慢拉，不要震，就是慢慢的，不要去震它，不要急着抓操纵杆。站直，站直，先站直。好，好，抓。立正，站好，立正。站好，对，放在左手。这样，抓不住就放后手哦，对，很好。对，放轻松就好，不要太直，不要太僵硬。对，你站直，肚子挺直，对。
然后脚站窄一点，对。你很帅。我要站下去了。你脚要先站好，脚站在正中间，不要被他带走。站正中间，应该没那么重吧？这样。对。好。往你要再往你屁股后面站一步。这样。对，好。好。然后你的两只手抓前面的红色的地方就好，这样。对，站直，立正站好，然后手靠近胸口，手靠两只手靠近胸口，站直，肚子挺出去，对，这样轻松多了。好，有了哦，稳起来了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现在动目标物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目标物。再往右边推一点点，往前推一点，一点点就好。好，回到中间。耶！啊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好，站好，肩膀撩后手，然后两只脚站窄一点。好，准备转弯哦。好，小碎步，准备，小碎步，小碎步。OK， 很好，好换边。好碰船，碰水。碰水。好看回去的方向，你的目标就是他们。好。好好，对到目标物了，回到中间。到中间。OK。你好哎，群英，你要帮我录影，如果回得来的话，其实很稳啦，没有那么可怕，好可怕。可以吗？好，拉反。站直一点，好，慢慢拉，来，用力拉。对，轻轻的拉，越轻越慢越好。再来，来拉到绳子的尽头。对，再来。对，来。站直，肚子顶出去。先站直，不要急着抓操纵杆。对，两只手抓红色的就好。就这样，我看前面，好，漂亮哦，厉害哦，拉风的女人哦，抓不对，就这样就好，抓不住就放掉你的左手。他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我觉得我要把他记录。痛死！教练小鹏，哈哈哈哈，这位太太，他到底在干嘛啦？蛮厉害的，还好。哎，很厉害哎，很稳。你的目标物，你把帆往你的船尾放，船尾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表情，表情看起来太僵硬了，看这里。直接放掉后手，看你先放掉后手，你的左手，左手，好，放掉，好，毕业，漂亮漂亮，转弯，把你的帆往右推，往右边推，对，好，人开始走，对，不敢走。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OK， 好，换，往屁股后面走一步。
好，换边桌。好，碰床尾哦，碰床尾。碰床尾。对，把板直接碰到床尾。碰床尾，碰床尾，然后看前面。好哦。强啊！抓不住就放掉你的右手。放掉我的右手。如果抓不住的话。好，你再拉起来，拉板，然后往后面站一点点。我等往后站。往你屁股后面站一步，往屁股那个方向。对。OK， 好，拉板拉一半就好，先拉一半，它会转，拉一半。你要跟他讲话，后面对，后方位，你好快哦，挺好笑的。碰长尾，碰很多，效果吗？哎，你回来了，恭喜！一只手，然后你觉得稳了，油门再上去，后手再上去。对。那现在觉得稳了，后手再上去。啊，手是微弯，对，两只手都微弯，对。它速度会有一点重，对，这样是正常的。好，手微弯。你的左手抓后面一点点。OK。看我，你现在是这样站直，对，手微弯，对，放紧手，往后传尾一点，往后，往后，对，哎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好，回到中间，这样比较轻松一点。教练说你也做得很好，哎，脚很酸吗？有，很酸。屁股的后面站一步，对，好，你看我站直。比较轻松了吗？好一点。好，来哦，准备转弯，放掉后手，往右边推。好，开始小碎步，往左边走。对，很好。再反着往右甩。对。好。再往你后面站一点，往屁股后面站一点。这样。好，换边，换边，对。好，手伸直，你看我，手伸直，把把往前。好，手伸直 ，OK。开始。这算是另类的奥运竞赛吗？今天比赛哦。哎，我的板变重了耶。变大了。板转弯了怎么办？往前。然后往前，后手放开，往前甩一点。后手拉进来，对。是我等的人
第三名，你真的可以，你真的可以笑吴以轩了。哇哈啊啊！哇哈！你刚刚有一度是被牵回来的。一个，因为我那个反好小，你的好小，一个牵东西的概念。然后我有一个，哎，我回来了，镜子在那，就是它回归，它不飘。其实这没有风的话，我觉得控制方向跟那个其实还是要练习。因为更熟的话，你感觉教练他们可以超帅。真的，有风的话，它可以控制方向啊；没有风的话，你要自己扇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刚有一度自己给他一点风。而且你要，因为今天的风一直变，然后它就是靠风吃饭的一个运动。我觉得大的会比较好玩，所以没有小的比较就是无感。哦，因为大的板比较大片，所以可能风感会比较快。一点风你就有速度了。啊，因为你的是最小的。我刚最小的就停在那。可是我觉得跟你一开始好像没什么差。有啦，有进步吧？大家看回放。嗯，对啊，有吧？还行呢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最后一名，我们肚子饿了。最后一名，那我们就不等最后一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收 ending。那这一次澎湖呢，就是风帆，风帆就是非常的开心。其实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运动的，但台湾在这里，因为那个什么。那个教练有讲说，他现在有在比赛。Vivian教练，他说他接下来要去台南比赛，那个渔光岛，对，下礼拜，下礼拜，然后也是也就是风帆比赛，你们有几个人去？澎湖我带队，大家带四个小朋友，四个小朋友，对，那我们是大朋友了，我们会就静止在那边。那我们今天的表现，你觉得以初学者来说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哎，竟然是非常厉害，因为你看头发都没有湿，都没有摔倒，哎，我有啦，我第一次有摔倒啦，第一次有摔倒，我看那是高收视率的那个保证，效果啦，对，没有高收视率或是别人摔啊，我摔就没有高收视率。对，要穿泳装的部分，要进他要进场，他要进场。那我们赶快 ending， 进来好啦，那教练做 ending 啊，祝你就是台南的比赛可以大获全胜，好不好？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加油！你开场是不是？Go ahead and film it. Bring your whole crew. Ooh, ladies can flex too. Hey, ladies can flex too. Ooh, ladies can flex too. I go hard. They said do us a favor.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. Be a good girl and don't cause trouble. Well, mama was a strong woman, far from subtle. I'm smart. I got hard.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. I'm pretty, but I'm gritty. If you go toe to toe.